なんかお風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行ってき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お疲れ様です、ごめんなさい、すみません、失礼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ばんは、お久しぶりです、おめでとう、よろしく、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お休みになった、自分を呼ぶ時言葉使うの、私、僕、俺、オイラ、オイド、メンティー交渉、おいどんだれ、覚えよ、日本語、日本語、さあみんなで覚えよ、日本語、日本語、声合わせて数この音から溢れ、加载何以后也许想是带到的我只把在手没有发改良这个我怎么可能知道够我朋友都叫我大食怪所有美食我都秒杀从来不外带等等我回家还可以再带外带吃到好吃的菜我都会说不赖那些太平洋是历史一时多有意思那些鸡饭鸡面鸡旁边我都得记住是要讲述出的料理中华一番科技美食是否我就我的节奏才干什么菜谢谢牛先生，怀抱与喜悦的感谢，珍惜眼前那一切。谢谢鸡先生，谢谢猪先生，享受每一口的瞬间，都是无比幸福的感觉。谢谢。哇！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皆様拍手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哇！欢迎三叶咖啡。谢谢。还有我们的俊杰，来来来来来，欢迎你们。欢迎。各位，花莲最热情的尖叫声给他们。国际都会观光花莲，是不是这个舞台上是属于国际线，越在地越国际？来，三元跟大家来打招呼。大家好，我叫一二。我们是三元真班，耶！俊佳，嗨，我是俊佳，来跟大家问候。哇，我们今天哦，各位台日交流，是，有没有？我告诉大家，各位，我们现在台上啊，真的是我们的俊佳。然后还有我们的三元费武在现场，那告诉大家，他们可是百万订阅的 YouTuber， 厉害，非常厉害，厉害。说着说着，奇怪，就是看到你们的都是在吃喝玩乐。解释一下，很喜欢台湾的小吃。是，所以呢，来到台上就吃吃喝喝，来到了我们夏令的舞台了耶。对，是勾引呢，是勾引呢，很厉害。有没有去花莲哪边吃一吃、走一走？虽然我们。还没来过这个花莲，第一次，但是听说这个这里的麻吉、摩吉、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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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都很好吃，所以我明天一定要去吃。我们也要带去哈，有没有人要带他们去吃麻吉？有吗？有没有？有没有？花莲的麻吉很好，像手工的。谁车子还有空位的，带他们去吃谁？麻吉之外，麻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吃的？来，我们今天是许愿池，好不好？来。烤玉米，烤玉米，烤玉米是不是？哦，旁边就有啦。
烤玉米来，后面我们麦克风先点，好不好？烤玉米，烤玉米来个100根。好，我们三元 Japan 大家想吃烤玉米，是还有，其实花莲很多好吃的美食，对不对？对，我是花莲人，我可以给你推荐。有没有吃过扁食？扁食，扁食日语，日语怎么说啊？有日本有馄饨吗？馄饨，豌大，豌大。那台日交流一下，他们叫豌大，豌大。台湾话要怎么说？扁食。Benji，对，还可以去独木舟，在我们的太平洋，哇，怎么那么多？玩不完。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来过花莲，对不对？刚来就可以来舞台上面唱歌，唱完之后，花莲有很多很好玩的景点，是一定要去，好不好？你们可以顺便拍一集花莲的 YouTube 啊，可以吗？可以。想不想看？想干嘛？想看先那个订阅，开启小铃铛，好，有没有？对不对？好，那待会呢，我们大概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哦。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就要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喽。台视提醒大家哦，我们的防疫呢是模范生，请大家戴好口罩哈。是。好的，来，加油，放旗起来。国际都会，观光花园，欢迎来到2020花莲夏恋嘉年华第二夜尖叫声。现在我们同样要把舞台交给三爷九片，高总。哦，谢谢。谢谢军长。好，那接下来是我一个人来讲。谢谢大家。知道我的梦想吗？小剧场，没错。虽然应该很多人认为的三元是 YouTuber， 但是我的梦想是成为台湾的超级偶像，然后去台北小剧场开演唱会，这样。谢谢，谢谢给我这么多声音。但是我四年前我一开始讲出来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的梦想，还有很多人嘲笑我的梦想。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爸妈也很担心我，也可以说真的没有人相信。但是那时候还是只有一个人相信我的梦想，就是我自己。所以这四年我一直都努力发展，然后四年后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可以唱歌，真的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的话，我想跟四年前的三元，还有很像四年前的三元，应该现在讲出来自己的梦想，还是很不敢讲出来。有这样的人，应该是很多很多吧。所以我想献给这首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有不安，我也是一样。但是我是超级偶像嘛，所以一定要给大家力量。谢谢。希望透过这首歌，可以鼓励到很多人，我们都会成为我们注定成为的人。Great story。想要成为大模样。
光像摇摇晃晃，反反复复不停地唱。Cause all the great is story, start from ordinary. Like me, in chasing wild.天天起来，我知道我
会冲到出口，那些与你相处的种种美好，赋予自己人去我的内心，笑得乱撞。开一句才发现，秘密就细说，讲真能将我的距离。与其要忍耐寂寞，我想你可知怕。记得要去吃扁食哦，谢谢。